们讲解一下哈。那这些呢，大概是给老师一点激荡一下啦，就是大家的这个想法上面做个激荡。那我是建议呢，老师们如果有意见提出来，多多的这个我们也需要来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意识哈，这个意识也是。是欧方雅慧哈，那我跟各位一样，都是这个大高雄里面的人，这样哈，对不对？在座应该是吧哈，啊，有没有不是高雄人的？有吗？举一下手。如果你是你不是住在高雄，可是你在高雄教书，你也跟高雄有一个关系，对不对？啊，就是高雄的凤山这样子，我觉得第一个跟大家想要互相认识的地方是我们都是高雄人，也就是我们都住在台湾的某一个位置，这个区位其实对我们在社区大学教学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再进一步一起讨论这件事。校长比较客气啦，他会说我们可能会代表什么政府观点或者是什么台南观点等等的哈。下午有一个是台江的执行长，他也是成教所毕业，他是我学弟。那基本上我想我觉得我不会选择跟大家一起形成一个初步的理解跟相认的位置是这个地方。一个是我们住在高雄，第二个是我们都是成人教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东西上半段，好，我会有一点时间让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些事情，讨论一些事情。可是我想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经验的分享为优先，然后再来我们有机会会让大家去在下午更完整的时间里面有一个世界咖啡馆的活动，这个活动我们会让大家去交流各位的教学经验，这样子好。下午过来，所以从也可以算是从五甲派出所楼上那边开始，就一直延伸，就跟着他们一直搬到这里。那我姓叶哦，也是因为退休了之后呢没事啊，就是看看那些招生广告，结果就选了我们课程这边当学员了，然后现在当学员就这样子开始。所以您现在是老师？对。好。各位大家好，姓蔡，我本来是在智商同志协会，分享学生的介绍，所以才跟凤山科大，结缘，来当那个易经的分享老师，谢谢。大家好，我最早是在高雄县妇幼馆，在那边带读书会，然后来是社大这边，就是认识他们工作人员，然后就说希望我也来帮忙推广。大家好，我姓白，我的第一次是跟那个蔡老师学习易经，然后蔡老师如果请假的话，就由我上台去分享心得，那分享久了之后，就当社大的老师，现在是。做河洛静谧的老师，各位朋友，大家早。我是93年建设大的。那这个缘由是92年的时候，大家记得那个时候 SARS 的风暴。那我自己个人是从事传染病防治的工作，在疾病管制局。大家好，我觉得在社大很重要。大家好，那我们在这说明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一下，我先我的第一任社大同学是李奇，好，去过这边，然后那边是。大家好，我第一次到社大上课，是因为有一组妹的关系，然后就是加入公会团体，我就开始来上公会。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的，专门研究五千草药。他来高雄种很多青草药，但是没有传人，所以就到社大来茶水之间叫青草药，传授一些青，因为已经失传了，我们中国的古法，他所有的来自94年开始这里上课，谢谢。大家好，我是97年来的，那我是社大的那个工业老师。那我教的课程是健康促进，很高兴跟大家认识，谢谢大家，谢谢。
大家好，我姓杨哈，我是那个书法跟国画的老师。那我应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97年的哈。那我接触这个凤山社大是第一次接触社区大学，那是经过一个同学的推荐的哈，那20几年的同学推荐这样子，感觉蛮好。哦，在社大的教学还有要怎么讲跟学员之间的情谊，那我觉得社大蛮好。好，谢谢。我想我们接下来。大家好，我是信诚的，东城。那么在社大是在民国97年，在年尾的时候进入社大，教那个紫微斗数。那现在的话呢，以这个名称是命理哲学啊，探索人生啊，用命理角度探索人生啊。谢谢。我是8年进来的，那我是在教那个健康补习的，是98年跟随陈三郎陈老师的门下，那99年。10月的时候是药园植物药园的成立，所以目前我是药用植物园的主任。谢谢。大家好，我是99年来的，我姓王，我是教油坊。大家好，我是99年，然后98年的时候，有位理事长到我家唱歌，然后他知道我有在教插花，就说那太好了，你可以来我们社大教插花，就这样进入的。谢谢。大家好，我姓李，大家可以叫我俊男，不要叫我帅哥啦，因为我们叫俊男啊。那因为看到周到很多朋友都觉得说那个在家种花怎么都种不完，因为在买回来都很漂亮，为什么种不完？一直问我，那我不知道怎么办，结果就看到网络上就是社长在招聘老师嘛，那我就毛遂自荐了哈。那希望说可以。像那个老师讲的一样，我可以传很多人了，大家不用再来问我来上我课就好了。好清楚，我知道你的心意。大家好，其实我们这个博乐团就跟那个凤山社大意思是你龙我龙啊，他们有什么共同叫做战士乐团嘛。那我个人现在是在100年的时候进来教那个新移民和陆配他们的那个三种语言，现在进行蛮好的。好，大家好，我姓陈啊。100年新生，虽然是新生，不过在金融市场20年，刚好这个机会跟学员一起来分享啊，金融风暴之后怎么样活下去？我可以有钱。大家好，我姓郭，也是新生。然后呢，因为我从事艺术工作，那刚好今年就是5月份的时候认识了副校长跟何老师。